小时候也爆炒一爆吼，在富教附近听过没有？田英姐国际标准值，哎，就是半罐。哎，里面还最近还什么肉松花？导游抗议耶！像你们在加那什么美奶滋，生意很龙筋爆勇啊！用一定要浓度在地。你要试试看看吗？太烫了。干嘛？那你换一个人问。要我喂你们吃吗？下礼拜三到礼拜五，拍住条三点，我记得存款哦。